大家好，我是威尔，欢迎来到 X 调查。故事发生在华盛顿州，它位于美国西北部，毗邻太平洋，北与加拿大接壤。该州首府为奥林匹亚，距离西雅图100公里。在奥林匹亚东面8公里处有一个叫做莱西的地方。这里顺便提一下，中国山东省有一个县级市也叫莱西，这里碰巧撞名了。华盛顿州的莱西原名叫做伍德兰，为了避免重名，他们就以一位早期定居者的名字将其更名为了莱西。这里拥有着大片住宅区，人口4万多人，其中就住着这样一家四口。主人公名叫安颖书，韩裔，42岁，是一位全职家庭主妇。她的丈夫名叫安蔡金，韩裔，53岁，已退休。夫妻俩有2个孩子，大女儿20岁，小儿子11岁。一家人在莱西平静地生活着，直到2022年，随着一起事件的发生，他们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2022年的10月16号，这天是个星期天，天气晴朗，许多人正享受着难得的周末时光。中午12点56分，莱西911呼叫中心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。911 reporting。Hello. What's going on there? Okay, I'm gonna get help started to you. Hold on for me for just a second. Do you know the address that you're at? If I said it, just hang tight, okay? My partner's getting help started to you. Can you hear me? I'm not gonna hang up until help is with you, okay? 根据报警人的声音，可知其为一名女子。过程中他一直发出低沉的声音，像是被堵住了嘴，无法正常说话。接线员马上意识到了问题，就追踪其手机信号位置，并与对方确认具体地址。当听到类似肯定的回答后，接线员迅速联系事发地附近警员前往查看情况，同时安抚着报警人，表示会继续与他保持联络，直到警方赶到。没过一会，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声巨响，接着就没有声音了，但电话还没有被挂断。接线员依旧在耐心地询问对方情况，期待得到回应。一段时间后，电话那头再次传来了声音。Police Department! Police Department! You're inside! Make yourself known! 此时此刻，警方已赶到了现场，位于莱西罗斯伯格街的一栋3层房屋里。警方赶到时，房屋大门和车库门都敞开着，车库里发现一块破碎的苹果手表，上面还贴着一块胶带，胶带上沾有血迹和头发。手表虽然破裂了，但仍与911接线员保持着通话。从接到报警到现在，大约过去了15分钟。警方随即要求屋子里的人亮明身份，但没有人回应，只有父亲的狗叫声。接着他们进入屋内进行搜索，底楼的东西摆放整齐，没有外人闯入迹象。上到2楼后，发现了明显的打斗痕迹，那里非常凌乱，尤其是一间更衣室，里面各种东西都掉在地上。警方很快搜完了整栋屋子，没有发现任何人。然而现场显然发生了状况，经过查询，他们发现房屋的女主人安颖书有过多次报案记录，她声称丈夫对她实施家暴，法院曾发出过一个针对其丈夫的禁止接触令。此刻他们怀疑安颖书又被丈夫家暴了，现在被带离了现场。就在这时，安颖书的2个孩子回来了，他们看到家里来了一群警察，感到非常奇怪。警方在得知两人的身份后，便对他们展开询问。大女儿向警方表示，父母的关系一直不好，经常吵架，父亲脾气古怪，与他们缺乏沟通。母亲感到心灰意冷，已向法院起诉离婚，目前诉讼还在进行中。父亲现在搬离了家，独自在外租房子住，他和弟弟与母亲继续住在这栋房子里。父亲每周会回家一趟，把积攒的脏衣服拿回来放在洗衣机里洗，顺便看望他与弟弟。大女儿接着表示，稍早之前中午12点多的时候，母亲带着她与弟弟从教堂回来，到达后她发现父亲汽车停在门口，他们知道父亲又回来洗衣服了。母亲表示有话想同父亲单独说，让他们去附近的超市里买东西，所以她就带着弟弟去了超市。没过一会，他们就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，她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嘴，说不出话。姐弟俩担心母亲出了意外，就赶紧往家里赶。途中他们看见父亲的汽车迎面驶来，本想挥手叫住他，可他车速很快，父亲似乎也没有看到他们，径直将车开走了。回家后他们就见到了警察。
就在大女儿向警方描述着事情的始末后，一位自称是安颖书好友的 A 小姐也赶到了现场。她表示接到了安颖书的电话，对方好像很痛苦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她担心出事了就赶了过来。 A 小姐焦急地告诉警方，安颖书的丈夫是个非常神经质的人，经常莫名其妙发火，一不顺心就拿妻子出气。起初好友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不与其计较，但没想到她越来越过分，甚至拳脚相向。安颖书时常在 A 小姐面前诉苦，说对生活感到绝望。2022年夏天，安颖书终于忍受不了，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两个孩子都会判给安颖书，但她与丈夫就孩子的抚养权问题产生了分歧，所以还在走法律程序。好友 A 小姐接着表示，安颖书是一个脾气温和的人，从不与人结怨，只有可能是她丈夫干的。对方的情绪很不稳定，做出一些极端的事一点也不奇怪。安蔡京正年53岁，比妻子大11岁，曾在美国情报局工作，服役30多年。他经常游走在世界各地，为美国执行秘密任务。这样的工作性质导致他很少回家，两个孩子也与他日渐生疏。退休后，他虽回归了家庭，但已很难融入，与两个孩子的沟通也有问题。警方走访了附近的居民，他们一致表示安蔡京是个脾气暴躁的人，与妻子的感情不好，经常发生争执。在征得邻居的同意后，警方获取了他们屋外的监控录像，经过查看，他们有了发现。监控画面显示，当时警方在赶来安颖书家的途中与一辆汽车擦肩而过，而那辆车正是安蔡京的。当时他开得很快，与警车相遇时也没有减速。由于警方有紧急任务在身，也没空去管那辆车。居住在安颖书家对面的一户居民，他们家门外的监控录像拍到了可怕的一幕。监控画面里，安蔡京怒气冲冲地从车库里走出来，将汽车开了进去。接着，他将被绳子绑住的妻子塞进了汽车后备箱，然后迅速开车离开。警方猜测，安蔡京发现妻子正用苹果手表报警，情急之下就砸碎了手表，带着安颖书慌忙逃离现场。拍完后，警方尝试调取附近街道的监控，但莱西街道上监控设备并不多，导致他们失去了线索。他们继续扩大搜索范围，全力追踪那辆汽车。那么安颖书究竟遭遇了什么呢？时间推回到稍早前，这天上午，安颖书带着两个孩子去教堂做礼拜。中午12点多，他们回到了家，随后发现安蔡京也回来了。夫妻俩曾多次协商离婚后孩子抚养费的问题，但每次都以吵架结束。这次看见丈夫回来，安颖书打算心平气和地与对方再聊一聊，所以就把两个孩子支开了。然而在谈话过程中，丈夫情绪失控，开始破口大骂。见对方情绪如此激动，安颖书觉得再谈下去也不会有结果，就要求他离开。没想到此举激怒了安蔡京，他恶狠狠地说道，我就算杀了你，也不会让我的退休金落到你手里。实际上他经常说类似这样极端的话，不止一次生命威胁，但安颖书从来就没当真，觉得他说的都是气话，不会付诸行动。这天听丈夫又说这番话后，就没有理睬，而是直接上2楼的更衣室换衣服。可她刚走进房间，丈夫就跟了进来。她感到被冒犯，大声呵斥对方出去。没想到安蔡京二话没说就朝她脸上重重打了一拳，她来不及反应，眼前一黑倒在地上。她试图爬起来，但又被丈夫推倒在地，毫无招架之力。接着安蔡京找来了胶带，将她的双手、大腿以及脚腕紧紧绑住，又蒙住她的眼睛和嘴巴。安颖书眼前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她企图拼命呼救，却怎么也喊不出声。接下来她听见丈夫下楼的声音，此时她忽然发现自己可以触摸到手腕上的苹果手表，于是赶紧联系大女儿和好友 A 小姐，但她说不出话，只能拼命喊叫。在此之后，她又联系了警方，然而没过一会，丈夫就回来了。她发疯似的将安颖书拖下了楼。就在这时，手表里传出了接线员的声音。丈夫非常生气，马上把手表扯了下来扔在地上，再抡起铁锤砸了下去。安蔡京还不解气，再次举起铁锤朝妻子的手腕上砸了好几下，剧烈的疼痛让她几乎晕厥。但对方似乎还没结束，又将她塞进了汽车后备箱里。由于被蒙住了双眼，她也不知道汽车开向哪里。期间她多次尝试解开手腕上的胶带，但没有成功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对方终于将车停了下来，安颖书被拖下了车，一股强烈的恐惧感涌上了她的心头，她不敢发出声音，害怕再激怒对方。虽然不清楚自己所处的具体位置，但她能感到周围是一片森林。接下来她听到丈夫在不远处刨土的声音，她意识到丈夫这次来真的，她感到很害怕，用尽力气挣扎，但无济于事，渐渐陷入绝望。一段时间后，她听见丈夫踩着树枝的声音朝自己方向走来。
对方一把抓住他的头发，然后拖行了一段距离，接着又用一把匕首朝他的胸口刺了好几刀。对方又撕开他嘴上的胶带，强行喂了他一颗未知药物，再将胶带粘上。做完这些后，安颖书被踹进了一个坑里。此时她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丈夫挖好了坟墓，要将她活埋。她绝望地躺在坑里，只听对方说了一句：“你完了。”之后她又听到了刨土的声音，不过这次她能感到泥土覆盖到了自己身上。不知是否是药物的作用，她感觉昏昏沉沉的，还能感觉到身上的土越来越多，很快就压得她喘不过气，直到整个头部被泥土覆盖。她知道自己可能完了，但强烈的求生欲还是不断地刺激着她拼命扭动头部。她强迫自己努力保持清醒，就在快要窒息的时候，她突然感觉到鼻子上方有一丝缝隙，能够勉强提供她呼吸。此时丈夫仍在往她身上刨土，但幸运的是那些土都没有覆盖住鼻子上方的缝隙。安颖书不敢轻举妄动，害怕被对方发现，尽量让气息保持平稳，那处缝隙成为了她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她还不想放弃，一对儿女还需要人照料，想到他们，安颖书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力量。她静静地等待着，心里默默地祈祷。终于丈夫结束了刨土，她听到对方放下铁锹的声音，本以为一切就这样结束了，谁知丈夫为了保险起见，又在她身体的正上方来回走动，还跳了几下，想要把泥土压实。她感觉到身体异常沉重，但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好在对方没有踩到她头部上方的泥土，她依然能够勉强呼吸。接着对方又搬来一根沉重的树干，横压在坑洞上方，树干的重量让泥土更加紧实，安颖书受到的压力更大了，每一次呼吸都变得异常困难，但她不能放弃，依旧保持不动，直到外面没有一点声音。就这样，安颖书在坟墓里待了好几个小时，不确定对方是否离开了，因此不敢有太大的动作，只能不断扭动头部，让鼻子上方的缝隙变得大一点，同时继续尝试解开缠在手腕上的胶带。又不知过了多久，奇迹发生了，安颖书成功解开了手腕上的胶带，双手得以释放。她缓缓地推开了脸上的泥土，大口地呼吸着仅存的空气，整个过程都小心翼翼。她将眼睛和嘴巴上的胶带撕掉，再一点一点拨开上方的泥土。时间来到凌晨12点多，安颖书已经拨开了上方的泥土，她发现天色已黑，而不远处的车灯还亮着，显然丈夫还没走。安颖书不敢轻举妄动，担心对方随时会过来查看情况。就这样，她又在坑里待了一段时间，看到丈夫发动汽车离开后，她赶忙从坑里爬了起来，朝着相反的方向疯狂地跑去。她不清楚自己身处哪里，只能忍受身上各种伤痛，沿着公路拼命地跑。大约跑了半个小时，凌晨12点51分，她终于看见路边有一户人家，于是赶忙跑过去敲门求救，希望对方能帮忙报警。房屋里住的是一对夫妻，当时正在熟睡，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随后他们起身查看情况，没想到门口站着一位全身是泥土的女子，对方不停地哀求着救救她，还表示她的丈夫要活埋她。这对夫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，暂时拒绝让她进屋，安颖书只能躲到门前的棚屋里。凌晨1点多，警方接到了报警电话，报案夫妻声称有一名女子到他们家求助，全身脏兮兮的，还受了伤。警方接报后马上赶了过去，那是位于斯特德曼东南路的一栋房屋，离安颖书家8公里。警方到达后推开了门前棚屋的门，用手电筒往里一照，随后在角落里发现了安颖书。只见她蓬头垢面的蜷缩着身子，看起来非常害怕。看到警方后，她马上嚎啕大哭起来，冲上去抓住警员的手，哭着说道：“快救救我，快救救我，我丈夫要活埋我。”此时安颖书身上还缠着一些胶带，衣服上全是泥土，手臂和头部都有淤伤，胸部有血迹，她的身体止不住的颤抖，说道：“我的丈夫一定在这片森林的某个地方，如果他找到我，肯定不会放过我。”在警方的不断安慰下，安颖书才渐渐恢复平静，随后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。警方也对其丈夫安蔡京展开追捕。时间来到早晨7点38分，警方接到报警，一名路人在斯特德曼东南路边发现了一辆可疑地车。警方接报后马上赶去了那里，经确认汽车就是属于嫌疑人安蔡京的，但此时车内空无一人。警方随后对周围地区展开搜索，上午8点02分，他们在汽车3公里外的地方发现了安蔡京，当时他正站在坑洞边，那正是他活埋妻子的地方，距离安颖书最后报警的地方1.6公里。随后安蔡京被警方逮捕。经现场勘查，该坑洞长1.8米，宽91公分，
深48公分。从测量结果来看，该坑洞并不深，这也为安颖书逃过一劫提供了必要条件。坑洞附近发现了几条胶带，上面沾着安颖书的头发，其中有一条还沾着苹果手表的碎渣。安蔡京之后被羁押在瑟斯顿县惩教所，他将面临一级谋杀未遂、绑架罪等指控，这些罪名都将因涉嫌家庭暴力而罪加一等。2022年11月，安蔡京首次出席瑟斯顿县高等法院听证会，对于指控他拒不认罪，表示完全不记得做过这些。令人感到奇怪的是，安蔡京的退休金很高，以他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聘请一位更优秀的辩护律师，可他并没有那样做，只使用了公派的辩护律师。听证会上，辩方表示安蔡京曾在美国情报局工作，工作性质特殊，工作期间曾多次参与机密任务，这些任务让他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，这种极端的工作环境可能对他的行为和认知产生影响。除此之外，安蔡京没有犯罪前科，他之所以会有这些疯狂举动，可能与特殊的工作性质有关。他在工作期间多次受伤患病，退休后也被评为100%残疾。辩方认为检方应让心理医生对其进行检查，先评估他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再提出指控。同时辩护律师提议将安蔡京的保释金设为15万美元。此次听证会，受害者安颖书没有出席，他在医院里接受治疗，所幸其身上的伤都不致命，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他专门写了一封信委托律师在法庭上读出，在信中这样写道：法官大人，请不要批准保释，我真的很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，我想强调我对他的恐惧是多么的真实，如果他被释放，我确信他会再次试图伤害我，他在情报局工作过，这让我更加害怕。法官经过考量，决定对安蔡京采取不予保释，他将一直关押在监狱里直到庭审。随后心理专家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评估，最终判定他案发时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，他也因此获得了减刑的机会。案发两年后，2024年4月，此案在瑟斯顿县高等法院开庭审理，被告安蔡京被指控犯有二级谋杀未遂罪和家庭暴力罪等罪名。被告安蔡京事先与检方达成了认罪协议，受害者安颖书出席法庭。安蔡京在法庭上表示，2022年10月16号，在华盛顿瑟斯顿县，我意图杀害我的妻子安颖书，我将她从家中绑架带到树林里，对她进行殴打，并将她埋在一个坑里，用树枝盖住她，我向犯罪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。随后他为自己的行为向妻子和两个孩子道歉，他哽咽着说道：我希望自己能回去，那天永远不要进那间房子，然后一走了之，我很抱歉，我向你们道歉，因为我的愚蠢行为给你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，我会全心全意地爱你们，你们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，是上天赐给我最珍贵的礼物。在他说完这句话后，安颖书一度情绪激动，痛哭到快要晕厥，法官不得不暂时休庭，让医务人员帮他检查。事后他依然留在法庭上，希望能听到判决。此案经过一段时间审理，法院裁定被告二级谋杀未遂罪等罪名成立，判处13年09个月监禁以及3年社区服务。虽然恶人已得到应有的惩罚，但那次痛苦的经历还是给安颖书带来了一生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。